部的一个，不是啊，那会有是流动的，流动的就比较不稳了，因为你流浪汉，你到处走啊，人家鬼要一直重新连你那个位置。啊，可是在家连家里的网络怎么会不稳？是鬼要不要？它是一个 IP 的那个位置。哦，算了，好烧脑啊，不想知道了。遇到的鬼有可能是国外的人。国外的什么嗨？因为我才十三阶，为什么？十三阶啊，是不是要加好友？不然怎么摇？对，我刚刚在思考这个问题。可是我不知道，我十四哎。啊，那你铁定是假新手啊？说啥？没有，我就给人家练。为什么你十七阶？我一直没玩呢、啊，他还是平均上去了。可是我也没玩，为什么我才十三阶？谁、啊？你可能没有开过。没有开过。我也没玩，我十四哎。好，我一直上线。你的 ID 什么？我的 我要去 ID 应该是爷爷。我看到爷爷在玩 DVD。爷爷定加我，带我上黄段 QWQ。你要现在玩是不是？可以啊。看，原来世界这么小，我他妈一直以为有玩 DVD 的。我有传给你。有看到了，干啥小？不行啊、哦。你这个 ID 很怎样？他 ID 什么？我要看。没有啦，无聊，我有什么啊？到底什么？我看了什么？这个表情而已、啊。超好笑的，超好笑。我的 ID 长这样啦。哪一个啊？可是我怎么没有感受到我被加好友的感觉？我不知道哪一个，怎么你不知道哪一个？你的照片是什么？这个人是很多人有这个 ID 吗？因为要找啊，那你照片是什么？我是有找到台湾人的。我照片我没放照片，哪个人好？你没放照片是？不然你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有加好友的连接啊。哦。哦，那你啊，我给你连接好了，因为我懒得开网页。OK， 你真好友。雪鱼有玩吗？雪鱼在考试。Yeah. 惊悚的连接，他把你给我的连接说是惊悚的连接，因为我图片很惊悚。信任之网，我在打本了。这三小，干我怎么输了？干，我的猫咪居然输了。哎，我加了吗？没有。有，我看到了。有吗？我看错了。我没有 DVD 啊。干，我们你们不要再讲笑话，我嘴巴好酸哦。等一下，这到底？啊！怎样？你不会用这个东西？不然，好了，不然你先你的给我了。等一下，这就是重点，我找一下。你就点你的社群右边那个 ID， 点进去按 F5 重新整理，下面复制给我就好。太长了，太长了。是我贴的这个东西吗？我要等一下账号密码。OK。有写点加倍，真的假的？对，最近有。今天是什么节？有写点加倍？是两天。有了，加了，我加了。我没有感受到。喂，我在打本，怎么了？等等，铁定就感受到了。到底要被背？我要感受到了吗？啊！你要感受到，你应该要感受到了。我没感，有。哎、我已经有你的好友了，好奇怪啊！现在都不需要我、有监听。说啥呢？要出好友。
没事。好无聊，好无聊，就载 DVD 来玩啊，说啥呢？你可以唱歌啊，我也。快点啦，带菜鸡啦。好，是嘞。等一下，我要怎么换逃生者去了、啊？进来再换吧。你有邀我吗？现在 DVD、哦、现在那个多少钱呢、啊、？DVD 500多吧。它特价很便宜，就200多。我记得我是特价的时候买的。它特价就已经没钱。三千。对吧？哎、欸，不是，等一下。哎、欸，怎样？没有，好啦，我是三小，你 ID 也太酷。好，直接开始。等一下，我怎么换人呐、啊？忘记了 ，ID 好酷啊！最抓手，我刚一直笑了吧？这 ID 很棒啊！真的很好笑。有很好笑吗？你一定好想要玩剑灵，因为剑灵大家都很想用这个 ID，、哦、就是 ID 跟那表情。你慢慢换，我要换耳机。哦，你别吹喇叭。吹喇叭。那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啦，可是你要帮我，因为我最近很爱戴耳机，因为我说戴耳机听音乐好爽。去哪里买？去哪里买哦？商城。哦，怎么这么聪明啊 ？What the fuck！ 哎，我怎么进不去商城啊？可能你没钱吧。有哦。你可能要跳出去才可以进吧。我要出去是不是？啊、哦，先出去啊。等一下，我太久没有用了，真的有障碍。左下角返回，或者按夜是不是？不是啊，我一年没玩都还蛮正常。肯定是不够宅啊。肯定是不够宅。不过，这是在称赞我吗？没有你错，他在嘲笑你。那、no, 不够宅是在嘲笑我。我什么都没说，都是他讲的。啊？要说话。好，买裤子让自己黑一点。啊，我知道薇薇你可以干嘛。好了好了，可以再要一次吗？好。薇薇，我知道你可以干嘛了。玩 DVD 就不能听音乐啦，不喜欢。等一下，我肯定是先躲柜子啊，等你们有人被开，我再出去。送送花剪辑弹幕的。你可以带心灵攻，心灵攻。你说我吗？对啊。他吧，我带心灵攻鸣没用吧？带着鬼去唱他。等一下，等一下，等我一下啦，我这样很紧张哦。有道理耶。我都忘记怎么带了。同生共死是一定要的吗？同生共死，你看技能啊，我记得同生共死我不会带吧？因为这技能是别人点的，我想那时候他跟我讲的，我忘了。你可以去玩我跟你讲那个游戏。他的段数在哪里啊？猫咪比较好，还是不想预感比较好？猫咪，可是不想预感。猫咪是鬼往你这个方向看，你就会亮起来了。然后不想预感是，嗯，这不是不想预感的。其实我看不到了，看你要不要按截图吧。我不是可以分享荧幕吗？啊，你要拿来分享？要怎么分享？对啊，你看，怎么那么复杂了？算了，你再开始放我不打。嗯，耶、yeah ，又可以去你释放台闹了，开完闹，可以去你释放台闹了。我的技能好少。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套装？你买的、哦？有解任务，金如红毛，那个什么时候解的、啊？新年任务。你都自己偷上线偷解？我是解这一套。那个还不错看、欸，我觉得。我上次在练谁啊？其实我忘记了，我上次是在练这只还是在练这只啊？因为我看这只技能好少、哦。好啦，随便啦。反正，
你有没有带心灵共鸣啊？有啊。哦，那应该还好吧？我怎么把我的？我怎么把我的医疗箱拿掉？点医疗箱一下。了。好的，好的。嗯。惨了，被我吓爆了。我，那不用，我带个技能。你不用带，空中球。干！我要直接去冲个转过去嘲讽鬼。啊？等下，怎么蹲下 ？Shift 吗？砍错吧？砍错，是吗？惨了，我不知道怎么蹲下。蹲下不就是砍错吗？Shift 不动，Shift 不动。对啊。那 Alt 是什么？包桶没有东西了。哦。开车，开车。啊。要找一下手感了。首先就是先去找鬼。太棒了。怪子。去找怪子。你就记好我朋友长怎样，然后你就跟着他走就好。不要，他那么明显。不要嘞。这是共鸣啊。对，就是这么明显，他不会找我。好棒哦！对面三个黑的，希望不会是哎哎，这个鬼脸现在可以玩了吗？我不知道啊。多少？有我吗？34。我是绿皮。我是绿瓶啊，我刚推到你，玩这只好了，这么多黑妞，不要玩黑妞。那我要玩黑。好哦，黑妞一家亲哦，我喜欢。那爆炸桶好贵啊，1800。你是花钱去买的？没有啊，就是那个这家。荧光裂片啊，他不是自己会给。哦，我那个都拿去买角色了。哦，那也可以买角色。我是拿去买技能。没有，我没有拿去买技能。逃生找布丁。那个要么是洗分，要么就是要杀人的。鬼面，这要出了吗？那这也很可怕，他跑步真是太逗趣了，显得很可怕。鬼面，好酷哦！所以代表鬼是鬼面哦？不知道，不一定吧？可是他提示已经跑出鬼面了，应该就是了吧？应该是，完了，准备好了。我先躲起来了。躲起来，大家一起躲。没关系，我在高处，在高处。哎，是啊，兄弟。我决定跟你走了，欸，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啊，被砍了，我带出去。为什么我上面有那个？哎，欸，那个是滚吗？哎，欸，往那个你们大门那边去哦。绕边是吗？没有啊，就直接直直的往那边过去。我看猫咪没亮。你知道你猫咪有亮？没有。哎，欸，我看到它了。看到了。啊，哦，好久没玩了，玩了。它看到我了。你这个板子，好浪费。哎，欸，我看到图腾了。燃烧吗？哎呦！哎呦！为什么要带这种垃圾技能啊？干！被秒哎，欸！对啊，翻过去被秒哎，欸！来，我来。放我下来！哇！左边那个人去了。他往哪里走？一个人的那个吗？一个人的那个地方。他往你右边吗？左边。
没事，有人来救我。我突然有个，你在穿什么？为什么一下而已啊？那是什么技能啊？啊，你知道我在哪？啊，他好像他看之后好像要看吧，可以一刀。他怎么知道我在哪？穿梭吧。你们穿梭图腾。哎、欸，他直直的往我这边来，他已经知道我在哪。三小声音呢？啊，就是被挂的声音啊。哦啊，撞墙了。他往那边走了。我吗？对。干，要被吓了啦！他找我车。他在你那里啊、哦？你是被砍的那个吗？不是。太棒了！我先自己。你在撩他吗？对。太棒了！不要砍！不要砍！啊，我在被挂嘞。他跑去找你。找我？嗯。不要找我。哎、欸，刚好我按不到150了。哎呦！大奶奶也走。那个黑妞是谁啊？这是路途吗？看怎么找到去。那鬼在追你。他声音太小声了。哎、欸，你不是有看到图腾吗？没有哎、欸。嗯。好像在我刚刚被挂的地方。啊、哦！吓死我了！谁啦？为什么有人在倒数啊？刚被看好像会有一个，就是有点会突然很模糊哎、欸。快修！我在溜他，我在修，我在修。他有图腾啊，很难修哎、欸。好爆了！一台都没修好。我这台快好了，如果不要爆的话就好。用点修不会比较快吗？比较稳，他突然在中间，在很明显的地方。他有往修好的地方跑吗？不知道，他放弃我了。真的假的？那我只好先躲起来了。见了，找追我，让他追你啊！嗯哼，然后继续修他们。是谁啊？是鬼还是人啊？啊！倒了倒了哦，是人啊！不要骗我！往我这里啊！就他往这里走，他往这里走。哎、欸，他人呢？倒着。哎，倒呀！追你啊！那我去救他。
他在追我。哎，他不是我同学。哎呦，他砍歪了。我倒了，我倒了。他走了，他不见了。不要讲这么可怕的事情。他应该回去找你们。他不可能、欸。在中间。没有，我是猜白色的。他在你刚六鬼地方，中间一点。我先回鬼去。感觉到杀气了，对他是那么准啊！哎、欸，那是他被看了的意思吗？知道。好了，打嘞。剩下还有三分之一，他网络在修发电机爆掉了，很气，他去追你了。对，他跟我屁，跟我屁。哎、欸，不要过啊！哎、欸，你去绕墙，我去救他。你去绕墙，我去救他。救得到吗？还是你离我越来越近了。他在追你吗？看到我啊！干，停啊，兄弟，不要吵！啊！被发现了啦！不知道下地下室了。再见了。先大炮，先大炮。那个。这视角上面怪怪怪，他把我变成一个第一人称。我刚刚把它快修好了，剩一点点。你救我救。我在补血。那我去救。他在你旁边吗？刚说。啊，我刚刚说窗来，目前是没有了。好的。他在小屋旁边。哦，我没按好。他来蹲点。蹲。破定按的。破定破定。抓我！还是三台？我刚刚那台有修了吗？刚刚那台大概剩九，他倒了，他吧。啊，有点找回感觉了，知道怎么玩了。哎，这个路人有钥匙哎，红色钥匙。干，那还不去开门，干啥呢？对啊，这三台了、啊、还在修。可恶，我居然死了！这个鬼其实蛮笨的。不要这样，我被他砍了两次，你说他笨？干，我被他挂三次，我还是说他笨的。不要。哎、欸，加一耶，我没有扣分，可以啊。哇，不到你那是比我高哎。不要。这路人在忙什么啦？
干，你带技能好好，不错。你这技能太亏了。没有啊，我那只黑妞技能重置，加技能超烂，没有那个没有猫咪。白痴啊！好了，我要戴耳机了，时候不早了。他不有 BBQ 吗？他真的 BBQ 吗？技能吧。可是他刚离他那么近，怎么可能是？因为又有人被挂了，我。对吧 ？BBQ 好像是50公尺，是吧？可是刚那感觉很近哎、欸！啊，挂一个过年的小孩，这套衣服真的不错看，不行。你这只是谁啊？不要挣扎了。可以赚个分数啊！那我才6000啊！他到职业也500多吧？那好险有加倍！这鬼感觉就还行吧，正常鬼。真的有看到那种很强的鬼。这什么？就沉住了，三个队友死掉就会开大门。强制打，把大门打开来。你要自己去看，他只把发电机打开，你说他只把你发电机全部修完，然后大门要停？对，还有下水道。下水道。哦。他现在下水道，鬼可以关起来。鬼可以关起来？对，他已经改进来了。好恐怖。对啊，他有穿烧，真的有烧烤，干，先向他 fuck you， 然后我们再走，没有，开玩笑，干，难怪他都直接冲过来，跟鬼一样，他怎么问妖人？哦，我忘记了，他不然再来一局。是不是每次都要摇啊？他妈的，都一年没玩了，还没有再来一局这个功能，我投诉。去。都这么拽的吗？都是血衣，然后我还在那边。血衣就一件，他有两件。没有。你有上半身跟下半身。也做这次。要逃吗？我点到暴走族三阶，可以用这只玩。你有带几回吗？看出来烂吧？真的，都有被砍。没有。哇，好白哦！有他在，应该不会先砍我了吧？不一定。我刚才是没有拼，
他的速度很像挂机。几分鬼？那我们再去找鬼吧。那我要先点那个。可是他速度又不正常。那我要先烧祭品。他速度一下快一下慢，快一下。哎、欸，我还没烧哎、欸，等一下，现在可以烧吗？还不行吧。啊，那个鬼把那个准备按掉啦。有了，我烧到了。时间到了。啊。进房间时间到了。应该有烧到了，因为我刚刚有放一个技能。只要。你是原著。没办法，我就看到一个是加血流，我就给他点。是洗尸体是不是？把队友都洗下来。先把音效关小声一点，免得要被吓到。不会啦，来一只小白脸吧。不能只单纯把心跳声拉高，其他都拉低吗？不能，不能。如果可以，我也想这样。不要，我要把心跳拉到最低，给我脚步声。开场就这样蹦蹦蹦蹦蹦蹦蹦。然后结果其实是在对面吗？对。我在自己旁边。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屏东。那网上看到白白的队友哦，打电机接球，真的就是小白脸，真的是小白脸啊！没有，看到了，没有，下灯吗？没有。我帮你们监控这个角落。看到带有机。后方，看有东西走过去。有，我听到心跳声。没看到。没东西。夹子鬼，来兄弟，来兄弟，哦，是夹子鬼，我刚看到地板有夹子。那他在挂机是不是？没有，他会动。就是他还在摆他的夹子。等等，你都知道了。新鬼吧。小心夹子。再来一次。有鬼，我去拿。心跳声。他在那边没挂起。真的？他真的在挂起。有啦，你有在动那边。我们在洗翻了。洗翻了。哎、欸，这里有发电机吗？他的后方，你要不要过来洗分啊？洗一洗我就出不去了，不是每个人都有本钱洗分的。他不会动，不会动，他就站着挂机。那、啊、可是为那为什么你们会被卡？因为他就挥拳头了。
他就说左键压着左键。嗯，还是不要好了，我怕他看到我回心转意。哇，开门喽！干嘛开门？你要修好。修好了。我找到一台。等一下，记一下，这里。哎，这里上门了。两扇。哇，我看到，我看到他了，吓死我了。他不会动啊？他想掉分啊？不知道，可能血点加倍，所以他才能不行。哦，吓死我了。好，你会把门打开？这是你吗？不是我。是路人吧？那个时间到没出去会死掉。我要再给他砍一下这种。给他一刀。闪人闪人。为什么他这样？几分？这样有洗到分吗？砍人就有分数。他这样可以刮一阵。他总是开另外一边的门。哎，他怎么都砍不到我啊？你要躲到面前。干一万六，好低哦。哎，我怎么觉得？时间快到了，砍刀很卡。因为我觉得好像被砍刀那个大跑没有跑很快，是不是我技能带错了吗？大，可以问其他。我没带过大炮，不是啊，就是被砍掉的时候，不是会瞬间有个加速？对啊。哎呦啊！哦，吓死！哎呦啊！这样就两万了。嗯。我赚9万、10万、10万，我都拿去点那个了，点技能。东东正在输入，他又不输入了，他在偷看你实况了，应该是吧。这个实况主都不理聊天室的，哎，我要看。所以东东说了什么？他在赞叹。赞叹啥？教徒在赞叹。啊？恭迎慈父归。靠背。为什么我要吃广告啊？我不是 MOD 吗？他妈的！付钱？他没有订阅啊！黑暗暗黑觉知有很好吗？就是修好发电机会看到鬼的。看人吧。看你觉得好不好用啊？好用的话你就带了。可是应该是不用带吧？哎，不对，也可以带啦，因为通常修完之后鬼就往这边走了。葡萄，你有打纸牌过吗？没有吧？最后一段不是红牌吗？纸牌不是在。红牌上面9987哦，有啊，1987有啊，那一定有啊，那一定有。我就没到红牌。红牌太难玩了。红牌不是护士就是天。没有，我看到一个戴眼镜的。是我们。哎，圣诞台。
你的网站。你还给他不要玩呢、啊？敢他才不要玩。还有另外一个。我问他，他说他都晚一点，可是我就晚一点，他就要睡觉。你们玩的是什么版啊？说什么版？对啊，干紫砂小。为啥还有350？干错。350，可等下可能要看一下，350是不是他角色之类的？我不知道，就想说你们在玩，要不要买来玩？很好玩。好啊，跟我一起被这张纸张。可以啊，可以买来玩。对啊。哎，那我去修刚才台啦。是电锯吗？我听到是电锯声音吗？光天就知道。还没看到鬼，我看图片。他在哪里啊？应该在另外一边。挂机？不知道哎、欸。是又在挂机啊？同一个、啊。猫咪都没亮过。应该不。好，请跳绳。挂网了。嗯。后边的吗？哎，是银鬼啦！我看到了。不要打我啦！我看到了，还追人。干你啊！你来了不会讲一下哦？谁啊？谁刚跟我一起修啊？有啊，他来的时候不是在敲钟吗？没有，我还没有，我是看到他那个波纹，但是我怎么跑这么慢啊？你打的是你？没有啊，我在对面。对啊，我在小屋子。他往你们两个，你们那边去了。他往那蹲着修法点接那个。没有，我在拆土层。他还在我这里耶，干嘛啦？该不会是想要把我弄死吧？他在我这，我上去救他，他看到我了。我跟他是对齐，对齐。没事，他要回去了。我拆三只土层。我这边好像看到一个吗？我在哪里啊？我后面。他追你啊？他出来了，他在追我。感觉还被砍。他怎么砍完我就不见了？他倒了，干！我没有不见啊，我没有按到快翻。走掉了，他往哪里走？你是离我最远的那个吗？我是在一直在动的那个。哎，怎么被救下来的？知道。他在追啦。我还在小屋跟他玩，我超爱玩小屋。那我旁边拆土腾。大点屁股。这个点球怎么那么卡啊？你应该直接修啊！我打了，我打了，直接修了吗？他没有图腾。哦，我刚刚看到红红的。
哎，说好的跟他在小屋玩呢？啊，能。好想蹭分哦。可能太久没玩了吧。我可以蹭分。我怎么觉得我绕小屋绕得很烂？你要不要直接摸我？不要。我不要害死。他在中间追人，追人。来追那个路。哎呀！我刚刚在按 QTE 哦，就他自己给我压下去。啊！找不到发电机。中间有一台。可是刚刚不是说把那个鬼在中间？对啊。我看到一个人欸，安安。他在追鬼。哎、欸，鬼在追他。我听到声音了。嗯，恭喜你走错路。正常的两个人现在在修发电机。哎、欸，他没追我、欸。他没图腾了。他在我后面欸，好可怕、喔。两个门都在这。你确定你拆三根后？对，我拆三根。开门这种重责大任就交给我。已经都开好了。开好了。你刚刚在哪里？为什么找不到门？欸、他在另外一边。没有啊，在这里啊，对。哎、欸，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一刀倒。我拆完了。好、哦，你拆完了。我拆两刀倒，一刀倒那个技能叫什么？三刀一死。啊、哦。新手新开力，一张约定者。没看到，他没看到。啊！你说的350是角色还是什么组合包吗？是不是三百？三百太便宜了。哎、欸，他有带蓝桃意思。太念气。他这是跨区吧？我觉得是跨区买。什么东？按个8591，因为他说留下你的账号密码。哦，然后又这么便宜，又送游戏，那应该是跨区的。但是不能用。跨区短时间可以，长时间可能就被系统锁定了。哦，应该是468的那个吧？你说要来玩？哪一个？第一个吗？哪里？哎、欸，到时我邀他了。哎、欸，算是我要朋友了。好。特价，六月底啊，六月底有夏季特价，他应该会特价。那就等夏季再说。差不多吧，好像是20几号。啊。嗨。早安。可是我要更新，要等一下。有一个叫惨的惨的，先打先。哎、欸，不对，我脑去尿尿。在干嘛呢？冲！这是什么频道、啊？人好多、哦。哈、啊，没有啊，就他们打到有时候会要，有时候别人进来听一下我讲，就走了之类的，所以人。然后我懒得去整理。26号开始。看，卡住了。再爬完臭猫，哎嘘，哎，冲，过来，臭猫。啊。
刚才说什么东西、啊？谁？你啊，你那个留言。我在跟东东聊天啊。对啊，所以你最后一句是什么？啊？你最后一句说这？然后我，你开门之后那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路上会有那些线？哦，他是提示你们在哪里吧？应该是这样子。嗯？所以现在有这东西啊？对，它上面不是有个时间条吗？对啊，那个时间到结束，你只要没出门，没出去就死啊！你就被插成一根肉串。这种事，那个时间条感觉跑很慢耶，为什么？不会，一个人出去就会扣一大颗，啊，真的假的？对。那待到最后的那一个人就等死了？不会啊，还留一个给你，大概30秒。留一个让你找地下道的概念。现在地下道会被鬼关，这比较麻烦。啊？以前更新啊，它只放在那个测试服啊，就是鬼可以关地下室下水道啊。啊，他现在鬼可以关下水道。对，他现在把它放到正式服来了。所以现在鬼现在可以关下水道，看到下水道可以把它关起来，那没带钥匙不是 GG 了？对啊。可是，通常你下水道会开，代表你人都死光了。所以你可以去开门，所以像这样可以让你去开门。就算你舞台没修完，你死了三个，他会强制卡开。Mic off。好奇怪，我是多久没更新了？感觉他还要跑十几分钟是为了什么？还是我们先打一场？你们先打一场，我再更新啊。可以。Mic on。打开 Steam。去看它下载要跑多少容量。如果是 1.5 的话，是它今天的更新。如果超过 1.5， 代表你很久没更新了。更新的容量，我从哪边看、啊？把那颗指令打开，然后点到下载。下载。1.5 啊。1.5，那就是今天更新。新角色，哦不对，那一段时间了。这更新也有一段时间了吧？今天的吧，因为我看到今天才跳出来。是今天吗？嗯，因为我看到。但是 GTA 什么时候会更新啊？不知道。谁？他只说正式承认他发赌场而已。像赌场也有抢劫。赌场也要开抢劫啊？走啊！抢赌场是吗？对。干，你又不缺钱。花钱赚渣钱。这种是马奇现在之后要换代理商哦。他回到那个 NE 什么的。回到最一开始代理商。韩国那个代理商。重点是，没有转张咪过去的话，那张咪就要拜拜了，就对了。应该是吧？应该就拜拜了。还好，那我到底要不要转？不对啊，当初把转格瑞拿，我有玩啊。转当初转的格瑞拿就已经拜拜啦，对吧、啊？干！可是我现在又练了一只赫克九十等了，重练吗你？很好练啊，都是转要怎么转啊？等一下我教学我吧。总标是庄园，庄园哦，换一张好不好？我家扫地图好、啊。
我来烧小白脸的脸。烧、啊、你！哎、欸，我也要烧，一人烧一张。我、哦、旁边是谁啊？露露啊？是的，是的，那是我。干，少骗人！哎呀，他从这里了。马上被鬼抓！对，马上被鬼抓！啊，又是新鬼，烦死了！还蛮近的。这什么鬼啊？新鬼啊！新鬼啊！疯狂砍你那一种啊！还被潜行，被潜行。等一下，你从角落喷出来砍你的那种。他潜行，他会换个人呢、欸。对他看一段时间就变那个，他触发难道一死。哇，真的假的？那比小白脸还靠背、欸。我死定了！我死定了！拜拜。他会盯着的那个人会有难逃一死。对。这新鬼好像很猛、欸，有点恶心。啊！吓死我了！不要从我后面跑出来。好、哦。那新鬼感觉很恶心。他有在追他吗？我怎么没有看到鬼？不在这吧？他在水塔下面。水塔？很远很远。你还没死、啊？不知道在哪里，好焦虑、啊。好焦虑、啊。你在焦虑什么啦？玩个游戏哦。我刚刚是被他从后面砍一刀，我吓到现在还有阴影。No.等你看到小白脸，你更有阴影。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因为我小白脸是盯到你心里发寒，好不好？那不是看到有阴影啊？因为我刚跑一样位置，我差一根图腾，我也差一根。小白脸看到你心里发寒、欸。我连他看我都没感觉到，我就在钩子上。啊？会玩，他跑出去，这鬼感觉。哎呦！另外一个想去哪里？感觉那只新鬼机动性没有前面几只那么高啊！哇、哦，好的，好好近哦。那我先闪。没来啊？没变。直播。猫咪。赖东东在那边偷看实况又不玩，如果他玩，我们可以五个人一起玩。打字钉，对啊，那就对啊，眼镜用医生啊。他没看你这个玩医生的啊？我说你啊，你这玩鬼，你要玩医生的吗？赖东东，你玩鬼啊？真的假的？他又不想玩了。没有人要救他哦，好可怜哦。鬼来收尸了，手撕啊！他走回去。是因为他跑太久了，所以鬼不开心哦。我总觉得等一下他你们没有木板可以玩了。能去吗？那我去抽个手电筒。没抽到，还是那你拜拜。好了，没有，我过去。不行，赶他过来。还手持啊？我就知道。疯狂绕圈圈，无耻鬼！卑鄙！对啊，按住下来。是男人，搞不好他妹子，怎么可能妹子啊？妹子都在玩第五人格、啊。这么丑的鬼嘞！不好说，上面鬼都。为什么都没有发电机啦？哦，对，露露不是妹子。我没看到啊！我不敢过去有鬼的地方，我看我直接找门口等你们好了。为什么这个聊天室不能打字？为什么可以吧？你们不都可以打字吗？我看，我说那个啦 ，Discord 的聊天室。哎、欸，在。微信权限。他看我要爆掉。你应该可以在这里打字，叫声够惨哦。这边可以，所以下面的房间不可以打字、啊。
你说知识分享区那一些的吗？我说语音特快车这边的。这边没有地方打字啊。假的。对啊，打字的是在这里，聊天频道这里。怎么办？冷死了，不知道鬼在哪里了。下次记得带猫咪，你就会知道。我带猫咪啊。那应该就没差啦。有差啊！你以为有猫咪我就不焦虑吗？没猫咪你更焦虑吧？对的。我可不可以带不祥预感再加猫咪啊？这样有没有比较好？告诉你没有用。他在看人啊。你的不祥就是你的这个。反正看他看人。我要等到门哦，你们可能我可以赶快修。两台，还有两台哦，这么久啊！我还以为你可以快修啊，他在我们这边。干，我那台快修好的说，几百，我要检举他。请你看屁看屁！哎、欸，干，我怎么离他那么近啊？不会死掉啦，不要担心。几百不爽。他在你旁边吗？对，他在尸体旁边。快求吧，他在收尸了。你被抓了、啊？干，他怎么跑那么快了、啊？他就知道我在这里是不是啊？他在追你吗？没有。那个不能救啊！他在收尸。消失我看你娘了！救我救我！他在追，他在追。不是我被吓到啊，傻眼。他追我吗？好像没有、欸。哎，不要救，不要救，他回来，他回来了。嗯。啊！他就觉得你要看我那东西，不是他刚，反正我太黑了，他没看到我，然后我动了一下才发现，吓死我了！看、我不跑了，我在旁边等嘛。真的吗？那我找一下手套。二手机。来来来，我要混翻那个谁。他看到我，他看到我，他看到我。干嘛？不是啊，不是在追你吗？他看到我了，他在找我们，我在哪里？嘿嘿嘿，他在屁股里。哎、欸，不是，这里是地下室哎、欸！我终于找到发电机了。奥德林飘上，要被清场喽！不会，有我在。有你在。啊！怎么飞了？在一个闻死的地方补血耶！加油 ！Mic off。我看到他在附近哎，我直接过去会不会？你被抓起来打？他在找我哎，好害羞。傻笑。接下来这好激动啊！哎、欸，他怎么还是追你啊？因为我都喜欢你哦。来来来，哦。他都跑死路。My God！ 这张图就这样，动不动就是各种死路。他没开窗户啊，那个地方。嗯。你团。你是更新好了没？欸，我是不是可以看可不可以跳下来？可以啊，我还有七分钟、六分钟，好了，快好了，快好了，你晚点再抽，等他爆完再抽。好哦。开个笑了吗？他爆完了，他爆完了，可以抽了，可以抽。啊！什么？竟然没有？那个机的是机的。哪有啊？这
之前玩随随便便啊，他还砍我哎、欸，他妈的！分数在哪里？啊！只是打我灭控，打我扣一分，可恶！什么扣分啊？哪里看有没有扣分？最后一个，他不是有评分吗？左边，左边有四个圈圈。嗯，太复杂了。你更新好了吗？六分钟。啊？怎么可以腰了？可以摇啊，一直都可以。还没啦，还有六分钟啊。还有六分钟，那再玩一场。够玩吗？够，大不了八线。好啊。八线是不是会掉阶啊？会扣分，可是好像不会掉阶。啊，都不会掉阶了，那干嘛扣分呢？扣到没有分就会掉阶。哦。啊，好像有三格分。我是四格。我忘记有几格。哎，这是红聘哎，我七百多哎。我八百多。哦，跳了。这不会是红聘。这绝对不能。红聘，嗯，这个聘在鬼里眼里是站着，搞不好他绿聘，对他来讲是绿聘，对，对我们来讲是红聘，干，那会爆炸，所以他眼里是站着，我们是站着的，我记得冷笑。不会在任何时刻为我开心，那是坏，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哪里是归属？我的妈，只为买的拼图，真正好每一步，我等不了。是骗你出去。大家都血衣是怎样？只有我有个菜鸡。这游戏很久了吧？我这好像也才四十的。你是真菜鸡还是假菜鸡啊？我当然是真菜鸡啊！你没看我每次都被瞄吗？逗逼！没有在装新手的啦。可是我是新手哎、欸。不然我们可以换一个游戏。好，我才快更新好了。为什么要换游戏？很好玩啊！我第一次听到妹子说 DVD 很好玩。就跟你说，她不是妹子了哈。什么啦？她该变神奇，一个比一个还要棒。那个呕吐鬼，我看到他的水。呕吐鬼是什么？就是瘟疫啊。哦，哪一只啊？哦，呕吐鬼，干他不是很臭吗？口臭女。记得不要吐，不要吸水。哎、欸，不是，这戴这个雾有屁用啊！这么白，
你把它水洗，你把你的那个病毒洗掉之后，它可以去接那个水。嗯、什么意思？啊、你看我旁边不是个水池？嗯、啊。水池洗掉，然后嘞？就是它身上会有病毒啊，你碰到它病毒就会有病毒。啊，你去洗那个的话，就会，它就可以拿到那个。他的那个毒液可以直接扣血，杀死你啊！对，地下的。所以那个就毒，就让它毒着就好了，不要洗掉。对、啊。还有，可是那个不会说发现你在干嘛之类的。有人被吐了。所以不要洗就对了。建议不要洗，不要洗。他洗了是他可以去变成用什么红色是不是变红红的他变黑水啊会怎样吗他的那个口水吐到你就直接扣血就是直接砍你一刀受伤吗对啊你持续扣持续像我这样子时间到就会变成那个哎不要过来啊、哦不要往这里哦！干，我翻太慢了。刚刚是慢翻还是快翻？慢，快翻，可是我太慢翻了。应该是我刚刚地图不熟吧？哦，吓死我了！是谁的？哎、欸，这鬼还不错看呢。好，拜托砍我。这个你也行？行啊，女鬼我都行啊，这个怎么不行？我都砍。是猴子是不是啊？这人，看他挂我是来吐我。啊，在吐发电机啦，搞毛病！搞毛病！人家你有他。这个呕吐物会维持多久啊？永久，直到你洗掉为止。哦，不是，我是说在发电机上。很久。啊，那就只能直接那个啦。拿发电机把它炸掉。可是他洗，你只要让他吃到黑水就变超强，那是角色。对，走错边。很好，有人把那个毒洗掉了。准备吃黑水。他是怎样看不到你路傻马托？马托，很凶。他在原地方块步啊！他跑去哪里啦？他是把小吗？我刚从他旁边跑过去了。哎、欸，我这样子，我叫你是不是也会中？会。啊，爆了也会中毒啊、哦！啊，你只要触摸到有病毒的人就会中毒。不会吧？可是我刚看路人爆我，他没事啊。他刚喝完水。路人会死掉，是不是？哎、欸，没有啊，我没有中毒。他以前会啊，以前会啊。我在旁边挂机关。好好消息，救人不会中毒。鬼在可是我忘记我刚刚修的那台发电机在哪。他刚刚挂的地方旁边有一台发电机，两台。对啊，我刚刚在修那台啊，重点是就都在角落，在角落。有好多新角色哦，有吗？两只而已。那两只技能是什么？就是刚才那只。啊，什么台发电机这么难找啊？在角落。好、哦，我找到一台了，没关系。哎、欸，不能自补啊！不能，你没看到你左上角那个禁止治愈啊？你要去喝水才能治愈。那我去喝水。
不要等八点七号再去，不然你可以直接喝。直接喝就不慢了，你不用都不用。哦，好吧。你喝远一点，喝那种角落的。他红色毒条的。啊，为什么这个人中毒了？那是我。哈哈哈，是我。哎，不是刚不是说碰一下就会死掉？有没有碰？碰好啊！因为我说完了，你也碰不到。修最后一台就交给我了。好啊。刚修而已。他在锁发电机。我有分享。他绝对没有发现我这台。有两台发电机在一起。两台连在一起。我幻听了，一直觉得有心跳声，但根本没有人。哇。剩一半了，不挂了。一路好走。拜。大声。喝水。他找不到发电，他找不到钩子。那你要下来？哎，可以不要过来吗？这是谁？这是被追吗？不是。很可怕哎、欸。如果我被吐的话，我还可以继续开吗？可以啊。新鬼感觉很恶心呢、欸。水在哪里啊？白色啊，地图上看得到，你应该看得到，透视的。看到我了。你在哪里？水在追我。水在说你在哪里？为什么我看得到每个人呢、啊？吓死我！在高地，高，那高地有三个、四个。我是不是要太心理控制？哇！军团。剩三分之二了。啊？军团应该看过吧？我还没玩过啊。军团感觉很猛。军团不是被改烂了吗？是吗？军团被改烂了、哦。嗯。他这很强哎、欸，感觉很强。他之前还有一个角色，有段时间有 bug。你觉得有 bug？ 他可以把四个玩家其中三个变成鬼。哈？还有这种东西啊、喔？对对。那太瞎怕了吧。然后官方就说谁在用那个就用鞭。啊，有用鞭这种东西啊！你们跑，啊、你们结束了、喔。他二十等的鬼。你们结束了、喔。嗯，结束了。什么都没带、啊。我在看角色。我看不到。要结束再看。新角色善有善报。哎，新角色的善有善报好像不错哎。那什么东西？它就是你救下来之后，技能激活，当你被上钩之后，你一百八可以自行逃脱。哎、欸，我 DPG 喷掉。是你那个钩子吗？贴出那个吗？要我呗。等一下，我都想要这，我都想我到底要不要买一个玩。刚腰的那个我没办法点，压不掉。能不能买善有善，能不能买角色啊？哈哈善有善报不是耶稣的吗？不是，他是那个谁啊？你说那是历史？弗朗西斯？弗朗西斯？对啊，弗朗西斯的。那叫弗朗西斯。耶稣他到底技能是什么鬼啊？你不是有那只角色吗？对啊，我有这只角色啊。啊，你不是有那个技能的吗？
们要了吗？还没，我才刚开。嗯。啊！怎么换我的 Garena 喷掉了？代表可能不要看。Garena 现在不是听说会那个会吃你的笑吗？会啊。对，现在会，而且吃很重。有时候打楼打到一半，我会把那个关灯开吃，吃到我打楼都会卡。啊！不愧是 Garena， 真的牛啊！牛逼！赶快找一找啊！哦，这血点都会选择困难哎、欸，选择是障碍哦，不要选吗、啊？是不是其实只要选技能就好了，其他就乱按了？我是建议先选少的哦，然后等到你都技能差不多点完之后，你再去选那种很贵的那种道具。尼亚是不是就是点自己的平稳？是点到橘色才可以用到别的角色吗？对，嗯，要三十等，三十五四十。啊，还好远。其实很快，每天都玩的话。没有啊，我比较慢啊。你们的分数要除以二才是我的分数。我们以前是那个分数啊。哈哈哈哈哈。我们以前当初玩也是那个分数。尼亚很好玩欸，我有练尼亚。尼亚那个声音，那太白了啊！不会吧？对我来说很白。欸，等一下，哦，算了。啊，我觉得尼亚的。你看那个十九级的。干嘛？你怎么不问他我从十九级？啊，我十九级啊！我就跟你说我是新手。我的鬼二十级哦，别说啊！我想拍个包拍不到人的。那你走到鬼面前给他敲敲敲。不好拍。哎、欸，等下我450哎、欸。我也是450，跳吧。438。四个一起跳掉，这游戏还玩不？他应该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跳吧？他看得到我们的兵。对啊，他看到我们的兵。他应该知道什么吗？他看到全部一起出现，他应该也很赌烂吧？看就知道是四排。四排啊，四排就是玩鬼啊，没有其他的。有我在也是可以给他一点信心呐、啊。你说多一点信心是什么鬼啊？不要让他觉得 AT 团都很鸡掰啊！你说你躲柜子吗？躲柜子。哎、欸，我之前有一次躲柜子，就那人有那个什么人肉烧烤，直接直直往我柜子冲过来，吓死我了。从此之后我就不躲柜子了。玩家躲哪？我就躲那个、啊、石头或者树后面啊，还有那个墙壁。我觉得你连是鬼的屁股吗？是鬼，可以哦，连个屁都没有，就算下。他等他一下。哎呦，出来了。120应该可以吧？可以可以。嗯。黄屁股都会打。应该是150以下吗？开车喽！哎、欸，我变300了哎、欸没差啦，反正屁再低我也溜不了它。反正你都躲柜子的有差吗？我有差的是我修发电机会爆掉。那带祭品呢？哦。他带什么？没有看。盐祭杯，还什么祭杯的？对了，随便啦、啊，那不是寿司。寿司啊，你团副打完没啊？他用讯息回你。没有啊，刚那个不是他靠腰，那是你。哇，纯木镇。哇，干，怎么是这一张？佛莱迪的，真可惜。好黑哦。你们觉得我要把音乐关掉吗？对，我要去关音乐了。我开展的听到心跳声。我看到一个尼亚在挂机。心跳声好大哦，鬼在哪里？为什么有人要跟在我后面一直跑？谁啦？我要求中间的发电机。哎呦，不要卡我啦！等一下鬼出现，我就先上钩了。这个拉拉。
搞事。好，先把音乐关掉。我已经关了。谁跟大门全部跑了？拉拉。我以为是鬼。我听到发电机的声音。我感觉到鬼的视线了。鬼在我这，什么鬼？我最喜欢听到这句话了。啊？谁？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只鬼。脸很长的新鬼啊。嗯。我拉掉了。可以不要讲这种话吗？哦，他还在我这。你是在哪里啊？小，我想在小屋。你说在小屋？这里到处都是屋子，你说他在小屋？木头。有间木头很小间，小屋哦，就是看起来是很破旧的木头。不要不要！看到他，那个一刀，他那个是一刀，这个没救，好快！他不在小屋啊，他在我这里啊！啊！吓死我！干谁呀？我问你修啊！我要上钩了。是，如果抱起来的话，没有在修的都不能修吗？他把我刚修的发电机去了。那只现在手势超强。他走掉了，往大洞去了，往我正对方去了。那个在跑的，他会遇到你哦。蹲下的这个吗？对，就是你。他往你们那边去了。可是没有猫咪啊！不要制造恐慌哦。是谁啊？那是鬼吗？那影子好，好雾哦。谁在翻箱子？说乌鸦了。被发现了。你补好没啊？努力补当中。先不要我阿干，我好近哦。我医疗枪跟那个药草。哎，你是不会赶快来帮我补是不是？你没招。啊，地下室。哇，地下室，尴尬。哎、欸，他是不是会知道哪一台有在修，哪台没有？不知道。我怎么看到你在那边？我记得好像有分红跟白，吓死我！哎、欸，那个离我最近的那个来救我好不好？他在我这。躲柜子的那个。他在我这。就是他、啊。你在哪里？他在手撕哦，不是吧？没有，他在地下室那台。露露，你是在躲柜子？我没有躲柜子啦。我就不是躲柜子的。啊、那这样子是怎样？是要我去吗？那我爸爸去啦。毕竟我现在没什么事。在哪里啊？他的附近。还手撕哦，不是吧？天生带显示啊，跟一模一样。应该是扒了一下，是不是？嗯。所以有人去找他吗？没有。结束起来吧。不叫了。我很好，他在守时。感觉就在守时啊，他都没有出现。他就在门口。哒哒哒哒，跟着我看。可以讲一下那个，就在他正上方。不是，我是说，这那个发电机在哪里？太黑了，我看不到。
我直接找地下道。我看到他，他往大洞的地方去了。大洞，洞都好大。在小屋附近那一栋。我怎么掉十六阶？啊？我怎么掉十六阶？我刚不在十三阶吗？刷新了吧？一路跑，乌鸦一路叫，我搞错。葡萄看一下也是十六。哦，你在这里。我看到发电机了。他来追我。你不是发电机。他来追你。对。哦。是不是发电机在房子里面？好会跑，要死了吗？他跑去哪里了？他竟然没看到。他继续追。对，他还在追。有没有人要提示一下发电机在哪里？给我台照相机。看灯泡啊。对啊，我这样看灯泡都没有看到，都已经亮了。你以为台照相机？我在试探的吗？照相机。你往右边看，你往右边走。不要不要，那边是鬼地吗？好。去左边吧。他走了。左边。直走到底，好像有一台。可是我刚刚从那边来的，左边里面，里面望这里面，我看到，我在左边有一台了。我跟我讲一讲，然后到最后鬼在我前面，那我 hold 不住的哦。地下室这边，地下室有一台，右边地下室。地下室。嗯。地下室。你走，你走反。这里吗？不是，是后面正后方，那个学校。哪里是学校？右边转，右边转。鬼在我这边啊！快说啊！你走右转，右转。他怎么看得到我？好，我要进地下室了，拜拜。他应该是潜行吧，潜行然后找到你。没有啊，我不能进室内，我要出去了啊！我要怎么出去？前面是大上去了，我听到声音。他怎么下来了？你怎么下来了？他踩到洞死掉了。走吧，走吧。你会不会太慢了？没按到，按慢了一下，就拜拜了。哇，这开门世界久哎。鬼在你后面，真的假的？假的，超扯！不要哦，走开！葡萄另一个门开了，我知道，所以要往那个门去。底下这烧的好快啊！我们在哪里？哎，干你娘！吓死我了！就他那个地方吧。我看到他了。哎，我跳下水道了。他怎么都没有心跳声啊？是我耳包吗？下水道好像左后方，他把它关掉是不是啊？没有，下水道站在那里。我感觉他把下水道关起来，你知道吗？现在门是不是也可以关掉啊？他关起来了。你说什么门的呀？我怎么记得门也可以关啊？是我记错了？没有吧，门不行吧？门不能关，就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被他关掉，是很小，关起来，声音不见。对啊，我刚刚看到他有蹲下来，他应该是把他关起来了。你要解决他，他手撕不爽，干你。四张电梯扔下去，这怎么检举啊？我也要加一。消极态度，送他下去。他怎么还没按就断了？
camp， 他才送猎鹿。红齿轮诶，齿轮很厉害吗？蛮厉害的，它是妖会用。太酷！可是妖会用。红齿轮就是你短时间会一堆 QT。刚看到齿轮，可是我没点它。你先点技能吧，那个齿轮太贵，你先点一点，不是这么贵。好哦。就是你就先点那种三千的以下。然后技能点满之后，你再去点。同生共死跟不祥预感哪个比较好啊？同生共死是我忘了，好像门开了，不知道可以干嘛。同生共死，看一下。同生共死，打开的时候，那是原著啊，那是增加血点的。血点。哦，那我还是用另外一个。不想吧，不想预感。有猫咪就带猫咪，没有猫咪带不想。嗯。但我觉得不想预感。不想预感是噔提示你。对啊，我觉得那比较适合我。可是那有 CD 时间，而且还有角度。猫咪没有吗？猫咪没有。哦，那还是猫咪缺点是没声音。有啦，还有提示啊，就是你那个进度条会变黄色。我刚看啊，就亮暗亮暗的。亮暗亮暗是他在找人，持续亮就是有。亮暗亮暗就是他其实没看到我。不一定。如果知道你带猫咪的话，啊，人肉烧烤怎么办？躲龟针，就直接亮了，亮到底了。人烧烤，在它抱起来之后，上钩前你躲龟针，数个五秒，等它进钩之后再数五秒，再小出来吃出来。太复杂了，这个操作，我连转弯都会撞墙，然后这太复杂了。它超过。在五秒的显示时间，所以我300耶，打300聘你们要打哦，我是没意见，敢红聘的，妹妹，对上跑了，我他叫红聘的。你们有可能会跟外国人一起玩。你看，拼通常是外国人。拼太爆炸了吧！台湾的拼是低于50。人吗？我还带红齿轮。呀、啊，你要带红齿轮？绿工具箱加红齿轮。红树林好不好玩？就兔女啊，兔女最爱玩的地图。拿来丢人都用的，烧啊，烧烧起来，然后烧果师傅，哈哈哈，不好吧，烧果师傅，等一下就不要遇到那种佛莱迪，然后一开始就给你烧那种祭品，离他最近，干大家一起死啊！那我来烧烟雾好了，我好像还有一罐紫色，我有一罐紫色，我好像有紫色。紫色的很少，现在好像刷不出紫色，真的假的？刷那紫色不是很珍贵吗？我这么久都没看到紫色的。哎，这次没有 heal， 我把它改掉，现在真的很少。怎么去红树林玩啦、啊？走啦走啦，谁没亮灯？哦，我玩手电筒。你是换鬼不准备？我靠！哎、欸，绿聘鬼、欸、可以，你剩14秒。我已经被强制开始了。啊？它变红色了，所以被强制开始。哦，现在不能准备了，就对了。哇，还是鬼烧的！绿色的血压换，狙。
一只鬼魂。GG。会被砍到吗？会敢戴绿色的通常都是很会杀人的。好久没玩这游戏了。这小白脸，我想看小白脸。不要啊，不要小白脸啊！嗯，听那个新鬼就够，新鬼就够烦了，还来个小白脸。新鬼好像看的比小白脸还快、欸。小白脸是快特马斯吗？对。我怎么觉得新鬼比小白脸还强很多啊？啊，新鬼就是他被动无心跳啊，他只要开右键的无心跳，蹲着的话，干那好无解啊，所以真的烦。小白脸，然后看到你的时候，叮一下，然后你就拜拜了。小白脸至少还有心跳。小白脸没有呢，小白脸在盯的时候，如果有人别从别的地方看到他，他不就要重看？真的红树林没有一样，他一样会点。回溯，回溯哎、欸，干，嗯，有回溯吗？回溯了，哦，嗯、哦完蛋了，小点生的小白脸，真的是小白脸，他看到我，那么快，他来找我，哇，那只很可怕哎、欸，他来小屋，很丑那一只，干得出手，他在看我，救命！嗯，好像是我贡献的、哦，他也在追，周二啊。为什么那个声音变那么小声？哎，先找图腾哈。嗯，我贡献了他一阶。这么开心啊？对啊。怎么全在这里？我想说奇怪，你怎么跑得过来？然后里面有一台啊，就修那台啊。等一下，我听到小白脸的声音。我为什么现在声音这么小声？不是，不要！对，抓我队友，不要抓我。问号？不是哦，他们可以活比较久哦，我十秒内就上钩子了。不如让我在地面修法。你不要再看我了，小白脸。来，我来修那个难度最高的。看到图腾器也拆了，要我拆一个，吓死我喽！我也拆一个。哦，哦，我听到声音了。他是带毁灭吗？你也倒太快、嗯。他就在那边一直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嗨，上钩喽！他走掉了。台啊，他往中间的屋子去了。那不会是我的台吧？对，他走出去了。二楼的，快跑、哦！他上去了吗？上二楼，他在看着我这边。你猜图腾在哪个地方？啊，这是不是一直往我这边走啊？他在二楼啊，他在二楼、啊，他蛋糕柱，直接修。要救你吗？他离我很近啊，他下去了，我不知道他跑去哪了，他回来了，他在我这。这手势，怎么那么多这种不是男人的家伙啊？他往我右边那边去了，没有，他要走到中间去了，还手势啊。手撕鬼！他就一直在这附近晃哎，可爱。白痴啊！不是你们都没修啊，快修喽！我修好了。哦，再往葡萄那边去了。你要找我上一个。你在右边修发电机不是？哦，吓死我了！他往那边去了。我啦。对啊，他走掉了。
自己保重哈。救他，快救他，应该来得及。他们太远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直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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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修二楼。他还在我这，他还在我这，嗨。好傻眼。感觉下一个就是我了。还在这绕哎，这家伙！好像看到你了。对啊，看到我。要突然转头了。没有，我要走掉了，要走掉了。看完我就来了啦，看到他了。这拉拉在地下室。看到一台耶，可是他刚往我这里来耶。他在拉拉子二楼，他好像会听声音的，就是鬼妖怪很麻烦。挖死路，他好在追人吗？有，没有，他在追拉拉。拉拉丁丁小波，等一下，我看了什么东西啊？啊？差一点。哎、欸，怎么那么荡啊？突然。他追，他在追拉拉。他应该在发电机。要修好。修好了，那我不修了。还一台。哦哦。哇！哦，哇！终于三阶了，是不是？哇！被砍到了，地下室哦。你好近哦！你怎么挡在我面前？哎、欸，你在这里！我已经闪了。哦！快跑！快跑！跑起来！他转头哎、欸！他立马转头哎、欸！三小。现在是怎样？现在快找发电机修，他们在中间。好哦，我不用去拉你吗？他被拉起来了。这怎么没开窗啊？这个地下室啊。哎呦，怎么一直爆啦？奇怪，找我麻烦。我觉得他会手撕的。什么？喂？哎，怎么下来了？我觉得你们要一起死哎、欸！干嘛？大家先找拉拉。他不是还在三阶吗？你要修好了没？啊，还在三阶啊。那个两个要死一起死。我是修爆哎、欸，越修越少。哎哎哎！啊！又抓到他了！这是躲柜子啊！有啊，你会修吗？拜拜！哎、欸，怎么办？怎么办？这可以赶快修。还有三分之一啊！要赶快修了。来了，刷出来了！来了！好啦，游戏要结束了。他的三阶不会掉。永三。烦呢、欸，干嘛躲柜子啊？他们不躲柜子也出不去啊，高手。来，来拜人。
原来你分数才有五千啊！用三呢？用三的十六阶，十六阶长这样子。他说不能，他不能讲话，为什么？他妈的睡觉吧。谁？拉拉。他家人了。多少时间？你们要打咯，我要睡觉了。你要睡觉了？对，一点半要睡了。怎么了？最近这么早？没事，哪有一点半很晚了？我昨天十一点就睡了。你是猪吗？太早了呗。明天要七点就要起来了。你要上班？对啊，好啊，拜拜。拜拜。没有要翘班啦，拜拜。哦，爷爷，爷爷嘞？他去厕所。他回来叫我一下。怎么每个人都叫他爷爷？不知道，我是跟着微微一起叫的。哈，跟着微微叫的。喂啊。一个霸气微微。啦啦，然后继续听音乐。哇，难得LOL现在那么少人，对不起。加去LOL恩少。爷，你们先打。我打个本，等一下再打。打副本。对呀、啊，可怜，不应该录东西的。那打什么？不然还能打什么？我不晓得啊。哇，这是电脑局。奇怪嘞，砸了，没遇到，在跑什么嘞？
欸，可以。嗯，对面怎么四只团？我觉得打不过哎、欸。对面四只，等一下，对面那东西也太弹了。那是约瑞克哦。嗯哼。我们这边没有 AD 啊，这怎么打？我觉得要爆开嘞！你有战斗魔王？啊！这太丑了，什么鬼东西啊！1、2、3、4。就当晚上，你走到哪里，还是会有天气。输了，太太这个。啊？我调个语音。好，讲解。谁？他妈挡住我了！对呀、啊。
这手好短。没摸啊，没搞头。逆环，声音好小，靠墙吗？啊？这样应该知道。等一下，为什么自己要被卡一下？没搞事啊？鞋子，我有鞋子。哦，他插错人，插错人，插错人啦！太近了，插错人。
开走开走开。手指运动。这个被绑起来给吸啊！他这种点满足吗？哇，这个下班了，拜拜。那个打不开的就好看，你不知道有没有？你要回得来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了，再过去打掉。你那个抗治愈没有用吧？我这不行，现在甩了他，无法支援。哎呦！叫大哥，哈哈。哎，我没回家出过装哎，游戏。这组合可以赢对面，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啊。又跑出来偷笑一下是怎样？没有啊，我只是觉得佛真的很少。奇怪，怎么有人会买这种眼睛呢、啊？买什么眼睛？没有，游戏的。
一月谁要玩啊？不会玩一月。上面怪东西要玩。谁在那边打字？啊？谁打字？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哪一边？有人打字啊？有啊，那时候我睡着了。谁啊？谁呀？你从哪看到的？下面啊，你没看到他在频道里面吗？他在频道里面。那谁啊？就是不知道。睡着了。6569。是谁啊？不知道。僵尸还挂在 low 的地方。啊，干，请来一段。1:46。好奇怪啊，他是谁啊？看，把他踹出去啊！踹出去啊！一脚把他踹出去，这到底是谁知道？哇，这个伊瑞丽啊，有点美啊！乌拉乌拉乌，啦啦啦啦乌，哈哈，等一下，等一下，不行哦，傻眼猫咪，又不行哦，那啊，可以啊，好了吗？外国人的图片，啊，有，你叫啊，有。不也是黄花？哎、欸，看，不是吧？这么凶的吗？直接中你？在玩什么？我说手机游戏啦。哦。罗耀风也是可以的。Those who wait to be freed do not deserve to the howling abyss. Onwards, brothers and sisters, worthy of an ice ball. Oh, minions have spawned. Huh? I'll make the most of it. No more slums, no more dungeons.挂机。等等等等等等。哦，挂机在抓到了。电电。哎呀！哎呀！哎呀！还敢这么嚣张？等一下，我们看到好几个生命宝珠。
中啊！怎么都传奇？观众，他跑掉了。所以你刚刚问了结果是什么？可以自己往下看。哎哎哎，这个没死。命大好棒。可以跑了。谁回来？什么都没看到啊。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怎么两只熊啊？有点痛。有东西在里面。不知道。谁？还有谁？就那个。他怎么又走了？三位。我爆了。你怎么一直进进出？我开心呢。好啊。原来进出别人，原来这样你可以开心。同意吗？可以啊，怎么不行？什么事都能开心一下是件好事，不然这人真的有点过得太悲哀了。好悲啊！那你开口就骂了谁？这样？没事，我只是被东西吓到。不知道。你怎么拖拉的？把头谁的？没事。靴子好像不错。一过去之后开始敌人大，然后哔哔哔。哇
复哎、欸！你觉得那件怎么可能挡得住？这样没有不防不防。哇，你被挡住了。哎呀 ，fuck you！ 他出现反角，反角，先把小反角丢出来吧。谁？出，我出。或者我现在没血量，没血量是不是很亏？好的装备。
也太痛了吧！拜拜！哎，要输了！哈哈哈哈！哎，等一下，可以，有输，可以。拜拜！没拉到。这样就赢了，拜拜。哪一个大动作啊？Fuck you!游戏还是可以的嘛，那个副本还没打完呢。对呀、啊，你敲太久了吧？没办法，因为我早是野天，固定团，如果固定团的话应该不会。天哪、啊，姐姐，别靠我这么近啊，快死人呐、啊！睡屁，不要睡。我要，你要睡觉了，不是吧？谁？叫了。不用叫了。你还要亮面。你要睡觉。你要亮面。你要教功课，不能翘课。
教什么功课？没事啊啦。不是吧？没有 AP 啊，有，我也得。看不起我们 AP 啊？没事。按摩不好。哎呀，好多晕啊！Naruto， no Naruto， 现在又在换什么？白痴哦，尼克比较好啊。尼克的大配按摩魔大一次可以死一票哎。哇哦！地下城要动画要出第三季哦，这么猛！我连第一季都还没看呢，浮夸啊、哦！第一季还没看，真的？哎，是第二季还是第三季啊？哦，第二季。加方位变的话，这个应该是第三季吧？就是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啊？我记得还有一个要出，哪一个？嗯。以后再遇见你，Prepare yourself for the greatest battle of your life。对面黑盾。黑盾只能倒一只。致命击中，这个是问号哎。不意外，他可能拿你。没事。你一直都回来了，是真的吗？现在不能闪别人的道具耶，闹。对啊，不知道那是 bug 还是怎样，不知道。感觉是他改掉了。自己都不能变吧？对啊，自己都不能变。啊？自己雷不能变？是吧？都不能变啊。这个是 bug。打到别人的塔下去是怎样？哇，你被吸太久了，你又不看看对面什么图了？你这才写的很不错。现在到点了。哎呀！回来！哎！
吃东西现在没东西吃了，去外面买。你可以叫麦当劳。你帮我外送吗？不会很远，新竹而已。谢谢。我在云林，谢谢。你在哪里啊？我在高雄。啊，高雄哦，最不远的距离就是你啦。屁毛嘞！哪里最不远？什么都远，就是你最不远。啊，最好。高雄离云林最近。拉拉出神，拉被卡打死了。不会啦，新竹而已。不行哦，去高雄啊！我都没嫌远了，对不对？你来高雄干嘛？我去高雄找朋友啊。但我不是去那个。啊？我没有，太远了，不行。没事啊，我没有叫你上来啊。一样，他会送来我家。发你可以直接叫我。我想发大财。你发大。我才会进得去。哈哈哈哈哈！简单很重要。我想说，怎么这么软？这个弱化是不是？这脚上的致命节奏。哎，你带进来冲完脚。
太大了，太大了，巨大。哎呀，那啦。要外送的话，他在桃园，他在我上面。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不会啦，你坐计程车上来就好了。然后你计程车上去我会破。自己再坐下去啊。太远了，会破财。有在上班就不会破财啊，对不对？我才刚要大一耶。啊，你才刚要大一啊，干这么年轻啊。对啊。哇！多坏的，不加栋梁哎！哎，对哦，可以伤害不加栋梁。哇！我被骗了。对面这只鸡也不靠边啊！不是我在讲啊，被勾过去又推过来，然后再被拉回去的。谁？你起床了？哎，这盘子是太小，怎么跳？怕我变化？那是没有，那是网路画的哦。我起床的时候，他就断了。哎呀，男朋友找你算账啦！不是男朋友，没有男朋友，还是女朋友，也没有女朋友，女朋友跑了啦。啊，女朋友跑了？谁呀、啊？大鸡鸡。女朋友跟人家跑了。对，大鸡鸡跑。好了啦，别再打我的破病吗？哎呦！不要放给我！啊啊啊！你妈妈？他在笑话。为什么我要死的啦？到底为什么？又是为什么？又是为什么？哎，这边敲死我是怎样？谁叫他弄的？你刚起床啊？对啊。太吵。后面没出事了。快跑！跑起来！拜拜！直接要死光了。正在出无尽道，好狂啊！
候才可以打一场，然后去试。是认真的。那你要叫另外一个不能吹球。小花花。哎、欸，我连麦当劳还没送到，你不能睡觉啊！哇，你自己叫就好。我现在叫会叫来我家哦，去你家看。他会觉得我神经病，在高雄叫，然后是亲属的人要。不要你送，是要他送啊？一样啊。差多了。我现在没办法开的。奇怪，对方怎么开不了塔？你有对方傻、啊？傻逼哦你！人好多，整天就想霸凌你，是不是鬼？现在每个都出魔方，应该能设立吸引。不是东西耶，心脏。是不是有变路师啊？我们这边也做魔方啊。对，我们这边有蜈蚣啊，他们是打屁哦。应该都攻击吧？哎、欸，暴徒，这个暴徒。还有蜈蚣。我认真觉得救不了你。亚素。就他这把还肯说，就他整天被开在那里。嗯，打开这只啊！上次鱼了，要跑！哎、欸，不同，你把冰球撕掉了。决定要出三千抗治愈，这么嗨啊！我在出抗治愈，我已经准备出第三千了。那不法，神殿行。
好，三金都出完了。黄哦。哇，你要三小，死刑军刚的是三小。要不要？他扛我就是抗治愈，我打他也抗治愈，两个虫子抗治愈。Hello， 蒙哥。蒙哥直接乱跑。到底有没有杀的？啊！一个。杀完这两次我们也灭团了，怎么办？我要说，他扣中，他没扣到。啊，好像可以。700块啊！还被勾走，哎呀！你要不要出个豪宅啊？不要。不错。好回血啊！这是一个，哎，他直接把。直接把他的时光卖掉了，三下啊！白痴，这功夫超无解的。这功夫到底是三角？谁杀呀？哈哈哈哈哈！什么杀呀？给你个闪现谁呀？变大黑盾。变大黑盾换个闪现。
个十秒的东西。哎、欸，又能出道？哦，哎、欸，还在出道哎、欸！没救了，不要死了。哎、欸，过来，他那装是吸个毛线、啊。他妈掉了！有人叫你啊！我说脚麻掉了。为什么你们需要盘着腿在那玩、啊？因为脚酸了。脚酸盘着腿很累吗？我觉得你要被拔刀了吧。我，你是谁？你们对面有谁？五只机器。五只机器。屁呀、啊！真的假的？煮的，谁煮的？最好用五只机器那种机器。啊！哇哇！不可能，他回进来，回进来。进去啊！应该不。到底要打出东西吗？打出东西。你去补血啦！就从软到靠背啊！最玩家的、啊，这技术是超多的。妈的，当兵站哨可以玩手机的你，他在跟谁讲话？这么生气的吗？
Mic off。两个傲懒觉哎，完了。他还很认真的在回答你问题耶，有病到这些人。哦，有钻山的、收工呗，拉拉去睡觉吧。